白雾狼来了，游戏规则，这是一个被狼人诅咒的村庄，八名玩家中隐藏着两名狼人、一名先知以及五位村民，另外将从中选出一名玩家当村长。黑夜降临时，村长、先知以及狼人会确认咒语；白天来临时，所有人将依序向村长提问是非题。在五回合的提问中，先知需要帮助其他村民找出正确咒语，狼人则需要防止好人找出咒语。五回合内成功找出咒语，狼人将现身并讨论杀害一名玩家。若该玩家为先知，则村庄遭到毁灭，狼人获得胜利；不是先知，则是好人帮获得胜利。五回合内未找出咒语，则全体投票处死一名玩家。若该玩家为狼人，则咒语解除，好人帮获得胜利；不是狼人，则狼人获得胜利。就是我本人，然后狼人的话呢会有两个，然后先知会有一个，然后总共有五个村民，好，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好。村长也有可能是拿到狼牌哦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自己的牌确认身份。好。OK。黑夜降临。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村长，请闭眼。先知，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先知，请闭眼。狼人，醒过来。狼人，请闭眼。天亮，请醒来。你好，请发问。村长。哎，你好。两个字吗？帮忙。那是三个字吗？帮忙。会动吗？会动吗？会动吗？会动。会动。是食物吗？不是。是林俊杰吗？哎，还没到你。是食物者林俊杰。不好笑是不是？难怪自己笑自己大声。村长是一种现象吗？现象不是，不是现象。它是湿的还是干的？湿的还是干的？看它的状态。OK。我来缩小范围，它是隐秘性的吗？怎么样，村长？它具有隐秘性，具有隐秘性。它现在就是已经范围已经缩小了，它具有隐秘性，一定就是不是公开那种的，你知道吗？物体吗？它是一个东西。那它会发出声音吗？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，看你怎么用了。完全在干嘛？当村长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好像有。完全没有反应，真是太难了。好像有一点方向啊，要猜吗？猜。它会发光吗？哇塞！
不知道就不知道没关系。有些有钱人家的会发光，有钱人家，有钱人家，有钱人自己讲家，有钱人提示家，每天都会用吗？衣物看身体状况，状态，状态，人塞得进去吗？就是人塞得进去，这么难？他们这个要犹豫，这个要犹豫，到底多大？塞不进去，塞不进去，好，塞不进去。塞不进去，什么啊？有钱就发光。跟天气有关吗？没有关系。那今天在室内。刚刚你的问题问的怪怪的，每一个人只有五乱的机会，你去问那个跟天气有关，刚刚已经说了隐秘性了，怎么会跟天气有关？你在踩我，你可能是狼哎。我在抓狼，现在你的问题问的怪，每个人就浪费这个机会了。哦 ，Michael， 你不对。他有没有电动功能？电动有，电动功能三个字，隐秘性的，空拍机吗？错。那它跟动物有关的吗？啊，我会，它是不动，不是空白机，白痴。没有。是体重计吗？不是。是体重计。它有固定的颜色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是保险箱吗？不是啊，随便，吸尘器。不是。OK， 来缩小范围，在厕所里面的吗？对，厕所里面。厕所里面的三个字的。厕所里面。电动的。就知道。加油。那个。吸菊花的那个吗？吸菊花的那个喷水，我用就行了吗？免治马桶，喷水的那个三个字，哎，对啊，三个字，厕所的三个字，丰田卫生纸啊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阿姨，哎呀，不是，我真的不知道。MVP 来了，我会，吹风机，为什么厕所？不是，来来了 ，MVP。风泽怪怪的，答案很明显呐，很明显，怎么会是吹风机？莲蓬头？不是，不是，那隐秘性啊，那个超显的，可干可湿，马桶吧，三个字，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可是就是马桶啊，三个字的马桶有什么？三个字的马桶嘞，就只有马桶啊，大马桶、小马桶啊，马桶就三个，不是马桶啊，怎么三个字？我想一下，马桶，对，可干可湿啊，然后电动的，然后隐秘性，看身体状况啊，对啊，不是马桶吗？三个字，马桶刷牙，我知道。其实这是范围，一直蹦蹦蹦蹦蹦。马桶盖很难呢，没有固定颜色。可是马桶盖不是有固定颜色吗？没有啊，有白的，有米的，有黑的，有金色的。就是范围，你要一直蹦蹦蹦蹦蹦。而且真的有人，有钱人家马桶会发光的。对，我在想什么？还有音乐的嘞，连马桶都发光。对啊，还有音乐的嘞。好难。好的，现在请狼人现身。不是我。现身啊！你现身啊！你是狼吧？我不是。是的，哎呦，这个啊，我个人
觉得他不是，他一定不是狼嘛。那先知他一直在往户外室内，但他刚之前好几局都是那种来搅局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觉得麦克哥有可能诶，因为我觉得他除非他一个反逻辑，他一个跳一个先知嘛。但我觉得他好像刚刚是真的是在推理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三四好像不是，而且他刚刚说要当 MVP， 说这一次我觉得好像是真的是没有资讯的一张牌，所以我觉得三四好像可能不是诶。但刚刚村长也怪怪的，对，村长也有可能，对吧？原因是因为刚刚说那个生理是每天都需要，每天都需要吧？没有啊，马桶盖每天都要使用，都要先便秘。我可以说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有一些长期卧病在床的人没有办法去厕所。哇，好深，好深，好深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那个，他是用导管啊，想得很远。对对对，合理。而且他直接踩我是狼，所以如果他是先知的话，他不会这样子去玩，我觉得。所以三号我可以撇掉。然后我觉得韦静有可能也不是，是因为他如果他一直在猜嘛，他一直在猜保险箱，一直在猜也猜也猜，所以我觉得韦静好像也有可能可以撇掉。那可是村长我就不确定。对，丰田也可以撇掉，因为他也在猜。哦，那刚刚他莫名其妙蹦了一个先知啦，哎呀，什么是户外的吗？他讲了一个好像要离开话题的感觉。对，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想要闹，但也有可能先知在藏身份。有没有可能四号想要这样子玩那个心态，自己猜到题目，然后其实他是先知，只有这个可能性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觉得有可能是。我们就先举个六号吧。OK， 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就算不太会玩的，你还是会赢。我是真的，好演的，我也要挣扎哎，必须要挣扎一波，好不好？还在那边啊，那个还行，不错哎。马桶盖很难猜到哎，挣扎一波。他还说哎，两个字马桶，那不是什么马桶刷哇，就是还有心路历程。哈哈哈哈哈，心路历程，心路历程，还有心路历程，心路历程。但你有看出谁是狼人或是什么吗？我觉得他吗？他很明显吗？吹风机很明显。我没有。我觉得你有点奇怪，因为你想导到正确答案。我以为他是那个。你马后炮来，你为什么导到正确答案？真的。我以为好灵验，好惨，你知道吗？先知哎，隐秘性也太针对了吧？我不能聪明吗？对，隐秘性。隐秘性很针对，还有家里也是啊。对，在厕所里。对，哦，缩小范围，蹦蹦蹦，玩这个游戏就是要是缩小范围的呀。所以我以为他是好人，没有，觉得他，对，我以为他是。你把他给哪里？好的，所以这一局呢，我们的好人获胜。好，那那个敖狼来了，敖狼来了，我们要玩下一回合喽。好难。进行了第一个回合，现在第二个回合是我当村长。OK， 好，每个人请确认自己的牌喽。干嘛？三二一，开！黑夜降临。村长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先知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先知请闭眼。狼人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狼人请闭眼。天亮请醒来。好的。请发问。对，一号请发问。好，请问村长他是吃的吗？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要吃。没有人要吃。两个字吗？对。两个字，没有人要吃。室内的吗？
不是。应该没有人要吃，他刚刚说那句话可以，所以有可能有人吃是可以吃的，看那个变不变变态而已。可以这样解释啊？是可以这样解释吗？一般不能吃，不会说应该不能吃。对，是动物吗？你可以问号，然后说出你心中的一句一句而已哦。说是也 OK， 说不是也 OK， 很会问。哦，它是一种运动吗？不是，就已经可能是动物，不是动物了，然后有可能吃不吃？台湾有吗？台湾有吗？除非除非有人看过啊？等一下，所以你看啊，是动物吗？他刚刚的回答是那种，你说它是，也有可能不是。然后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两个字应该不能吃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把那个范围再往那边说，现在张迅杰一定怪怪的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个范围，你又给他拉开了。除非如果你不是狼，那就是那个每一局都好怪，杀好人。它是有颜色的吗 ？Oh my god！ 互以为哦。哎，发自内心，不要这么的它是有颜色的吗 ？Oh my god！ 互以为哦。发自内心，不要这么的爱。哎呀，没有，很合理，合理，这个问题合理。有。他喝母奶吗？他喝母奶吗？我觉得如果他有妈妈的话，他妈也有奶的话，应该会喝吧。但我觉得他的主食太多，回答太多，回答聊起来是不是？我来，是卡通人物吗？哦，我不是，我大概可以get到你要干嘛？是，就不是你要。我可以直接猜吗？对呀。鳄鱼。不是，鳄鱼是动物。有人吃鳄鱼。鳄鱼是动物。有人吃鳄鱼，鳄鱼肉。我刚刚是想说米老鼠。请问，是妖吗？妖怪的妖。我知道答案。是。你怪怪的。你才怪怪的呢！你是我。我在找答案呢。妖啊。我知道。两个字。它跟神话故事有关吗？神话，神话，不管是就是神话故事，算是。我再确认一个，它在日本吗？对，我知道了。不是，妖在日本。哇，是男生吗？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。他有眼睛吗？有。我要猜了，是合同吗 ？Oh my god！ 恭喜答对。你们都对了，想确认而已啊！你两次好强哦，强哎，厉害！好，那我们就请狼人现身。狼人，我来猜一下狼人。不用猜，谁？我觉得我，我确认一下，对，不是我啊。麦盖啊，我确认一下，是我哎。对，我超没有。还有我，是你。天哪，我超没有回答你。
先知哦。找先知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李毅没那么聪明啊，但有可能是因为他说了日本。你不能把把拿先知吧？秋风泽刚刚也没有说出什么，刚刚张勋杰蹦出了一个也是怪怪的。我觉得以前几局的那个感觉来说，会不会是那种通常不说话的，或是我们越没印象的越容易是先知，就他。丰田哦。对啊。而且合同对于日本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哈。对。两个字，刚刚。你看他又开始演了。鳄鱼，对，你们猜到鳄鱼去了。对啊，有够远的。很近哎。鳄鱼跟河水里面的。哦，是的，都在河里面啊，对。河。哦，对对对。奇怪，但凯西一点太有自信了。五跟六在犹疑耶，你觉得五现在演的是不是有点多？啊？什么？我觉得五在犹，我在五六在犹疑呢。当当当当当当，你觉得哪个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五。对，因为他也没视角啊，他也不知道啊。好啦，我再抓一次张勋杰看看啊。好。我吗？五号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魔法解除。先知谁？先知谁？是我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低低玩，再怎么低的低玩都可以很上手。哎，可以可以。我刚好紧张哦。真的，五六这选一个。那你刚刚其实就差不多出来了，我就想说我就顺势问了妖，然后你接日本，我接日本啊，我想要后面打，很厉害，你每一局都好像狼，我刚刚觉得你是狼哎，对，你这很危险，跟狼队友真的是，一直问一些很歪的问题，真的好难哦。好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玩，所以这个单元呢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一定会继续再做下去，好不好？敖狼来了，我们下次见。